因为战争没有念，哦，哎，啊，后来回来，啊，所以后来竟然我家族里面是我来念医生的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小时候就睡他旁边呢，啊。哎，为什么我可以睡他旁边？因为我没有阿嬷，我阿嬷五十几岁就过世了，哦，所以我的小舅舅大我十岁，他十五岁就没有妈妈了。哦，那时候是癌症嘛，是癌症。哦，啊，所以我是最大的孙子，长孙。那我妈妈是第二个女儿。啊，那时候家里都这样子就有需求嘛。那我妈妈哈，哦，也很孝顺，她就回去这个油车店，所以我才有这个人生的经历。我在农村长大，哦，啊，人哦。总是有些事情是小时候做过哈，很想再去做了。哦，小时候在那里腾家看哈，在那边生哈，哎，那我的舅舅，哦，我阿公后来我们那个的田哦，我们是在那里种四季芭乐，四季芭乐，那个阿怀这样听得到吗？可以哈，四季芭乐了，那个芭乐哈，后来我舅舅在35岁还36岁那一年。哦，就得到十大杰出农友了，哦，十大杰出青年。那我舅舅今天大家看得到，哦，跟我有点像，啊，哎，但是比我还要富有，啊，大家知道就看到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，啊，因为十突九富了，哦，因为我阿公哦头发都是掉光了，哎，都是我的印象中我阿公就是秃头的，所以我现在哦不像我阿公的后尘。但是我阿公哦，人家他的绰号叫胡须章呢，啊，我去问哈，啊我哈，我要留也很快就回去我，啊，所以我是没有报错的，啊，啊我阿公的数学很好，啊我数学也是不错，啊我阿公的数学很好，所以我们家族里面我的舅阿姨大阿姨是村庄里面第一个大学生。哦，是村庄里面第一个大学生，哦，在那个很小很小的村呢，啊，哦，我们今天也会去，哦，叫做油车店，啊，哦，所以为什么我那个开幕的时候送大家油，啊，哦，因为我们哦从小就做油的了，啊，哦，哦，哎，开幕的时候了，开幕的时候，哦，那个是送大家油，是这个故事的，哦，好，来，大家看到这一张。大林哈，哦，天田丁，这张纸有拿到哈，哦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大林的英文怎么翻译啊？啊，哦，这个叫做 darling， darling， 弟弟哈 ，darling 是什么意思？爱啊，爱最爱的，爱人呐，啊，亲爱的人呐，啊，哈，哦，darling， my darling， 哈，哦，好，哦，啊，原因为什么翻译成这样子哈，哦？是因为大林出了一个美女镇长，单身的。离婚了啦！离婚了哦，嗯，哦，这个，我这个有没有怎样？那是离婚嘛，哈，哦？不啦，那个很年轻，中大学毕业已经结婚了。哦，结婚了啦，哈，哦，反正哈，哦，现在哈，哦，结婚是正常，结婚没有离婚哦是不正常，因为哈，哦，超过一半哦就叫正常，现在哦要离婚哦很多了哦，所以离婚是不是罕事的哈，哦，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哈。哦因为哈，哦，你知道那个罗密欧跟朱丽叶为什么，还有梁山伯跟祝英台哈，哦，为什么那么感人吗？哦，因为他们活的时间都太短了啦，哦，他们如果活的时间够长哦，很可能会离婚啦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在台湾的社会啊，因为大家分离哈，哦，这个是很困难，所以我们。